今天去那个鱼排钓鱼，你看我们这个小木头坐在这里，小木头你好，爷爷嘞，这个小木头，你看他把那个车开到大海去了，你看到吗？<笑>啊，把那个小车开到海里去了，我们去跟他把那个磨料搬上，好吧？吃了饭了，很多小朋友都过来海边玩的。 今天搞了几十斤窝料过来填海，鱼排的船还没过来，先拍一下我们这边的海滩给你们看一下。现在走路去船上。 退潮了，又找到那个水里面才可以上船。现在上到船了，准备出海。哦，现在船搁浅了，搁浅了。你看，可能是我太重了。冲啊！ 现在就到我们这边的鱼排了。现在上到鱼排了，等一下看这两位大师表演。天开始黑了，我们要准备钓鱼了。把一个灯照着水，不给那个鱼浮上来，照着这个水这里。他那个我们那个。 钓那个它就会在水底池，我们搞。一般在鱼排是晚上钓鱼比较好钓一点。现在天黑了，准备钓鱼了。今天晚上就看小乌头跟大乌头表演，我负责拍。今天小潮天，流水不是很急。 不过钓乌头还是比较适合的，打一些窝料在这里。现在都退潮的时候，又打在上面。漫长的等待，1个小时了，还没有鱼上钩。不过应该被蚊子咬不少了。2个小时了，那个鱼呢还没开口。 大乌头睡觉了，你看，睡在这里看电视机。<笑>这个就是鱼排的伤口，这样子不要睡觉。他今天要在这里熬一夜，熬到第二天早上，可能要8点钟才回去。没有鱼钓，你说再催我回去喝茶。现在等朋友过来接我回去。空眼回来，一海降流，我是阿牛。 今天傍晚就过来鱼排钓鱼了，钓到现在还没鱼，现在9点多了，留守又催我回家喝茶。好了，现在回去。生活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，下期再见哦。